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一看，今天呀，带来了这么多的蛋呢，有四个恐龙蛋，还有一个大大的蛋。那蛋里面会有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首先呢，我看看，先来拆旁边这颗恐龙蛋，你打开来看一看，会有什么呢？打开包装纸之后，是一个红红的蛋。打开喽！哇，我看到了什么？金色的小球，当当当！是一个拼装玩具，我们把它拼好来看一看。是一个小狗，汪汪汪汪汪汪汪，好可爱的一只小狗。我把小狗放到这里，这是什么呢？金色的小球也是可以打开的，打开一个来瞅一瞅。哦，金色的小球是巧克力。好，那我们把金色的小球先放到旁边去，再来猜一颗哪个蛋呢？有了，就是这一颗大蛋旁边的这一颗，把它再放好。它的肚子里面会有什么呢？打开来看一看，也是一个红色的蛋。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当当当！一个长长的卡片纸。哦，五组恐龙宠物精灵组合。那这里面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大恐龙。这恐龙叫什么名字呢？它应该是三角龙，把它放到这里。这回的小球不是金色的了，是小足球一样的。那里边也是特别好吃的巧克力，把它也摆到这里来。现在呢，还有一个大大的蛋和两个小小的蛋。准备猜哪个呢？拆大大的蛋吧，把大大的蛋拿出来，小小的蛋放到这里。啊，好大的蛋，要小心一点，慢慢的，小心打开，把旁边剥开，轻轻一弄就开了。打开之后，这里边是浓浓的巧克力，当当当，巧克力里面还有一个蛋。哇，一个大蛋里面还有一个小蛋，把小蛋打开来看一看。你先把它，对不起，我把你弄倒了，把这个巧克力糖球先放远。一这里面这么多东西，那可要赶紧看一看了。这是一个图纸，拼出来是这个样子的。那让我按照图纸来拼一拼。首先呢，要有一个底座，上面是它的脚，脚的上面当然有身子啦，把身子替它安好，来找个角度，是一个漂亮的大美女。大美女的手上呢，是拿着这个东西的。我来看看怎么安才好呢？
还可以抓得住吗？完全可以。他放到他的手里，然后这边也放到他的手里。哇，这个地方好难弄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还有一个漂亮的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又让你倒了。那我来帮他调整一下方向，这样子可以站好吗？这样子可以的。那还有一个，我来按按看。首先呢，要把这一块给它放上去。扣好。这个呢，是这上面的，把它放好。可以戴到手腕上，然后可以打开当小镜子。可是我的手腕，太粗了，戴不上。我们可以演示一下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哇，又倒了，你再把它扶起来。那我们让它来倚着后边好了，把它放到这儿来支撑着它。一只可爱的小狗，一个好玩的手腕，还有一个美丽的会跳舞的小人，一个只大大的恐龙，这个蛋可真是太有意思了，越大的蛋里面惊喜越大呢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猜蛋活动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